16洞，五杆洞，537码，往这个挖土机的右手边，这洞就是要往左边塞一点，第二杆比较好打。好球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对啊。球道上，看第二杆，第二杆选择 lay up 190，到水池前七号铁，往水池前面放就好了，还可以，沙坑前 go， 第三杆升100码，56度，按照策略走，看起来是有点左高右低，我会选择打旗杆的左边一点点。球，可以，三杆 ，birdie chance， go， 第四杆 ，birdie chance， 对啊，阿球，扣起来，第十七洞，348码，朝向左边的沙坑打。三号铁，还好会下来，会滚下来，会跳出来。这一定是你的策略，对不对？对。这球没有打好了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第二杆，150码，劈杆，应该打得到了。我觉得劈杆看起来应该打得到。打好，没关系，坦然接受。第二杆打不够，打第三杆，接准52度。慢下，厉害。第四杆九帕，盖掉，没事 ，bogey。还可以啦，新球场嘛，而且我觉得果岭好难抓哦，果岭真的不好看，不好判读。第十八洞，360码 ，driver， 这洞基本上讨论完之后往沙坑的左脚去打，因为那个沙坑240就过了，所以距离不算问题。左边，等一下调整一下，我觉得动作好像有点。怪怪的，想一下，第二杆165，上坡九号，有点盖掉，然后左边 OK 了，切进去，第三杆用推的进去比较保险一点。你要先上后下这样逆潮，对吧？这果岭真的。超难判读的，还好吧。Nice par， 转对不对？对啊，有转呢、欸，有转呢、欸，有转。啪，力道两只，好力道有够。38，回到了第一洞，刚前面是从第十洞开始打，400码，我拿三号往球到中间打就好了，有点逆风。第二杆。110码，52度，应该可以了。差太多了吧？打到沙坑里面了，没关系，就出来。第二杆打进沙坑，顺便打第三杆。小沙他们家的沙是硬还是软？很软。好巧，感觉真的有点软哎、欸。怕腿杆，坐起来 ，nice par， 第二洞440码，五杆洞，正对着那个斜的路那边打就对了。好球，没事啊，照着策略走。第二杆，正110码，56度。更正一下，我刚讲错，这是四杆洞。然后今天刚好下来试一下我的新的 driver， 效果不错。
所以前九洞的 driver 有点软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点软。有点 top 了，没关系啦，回切应该还 OK。第三杆刚打了 over， 喷52度。好球 ，nice shot， 谢谢，不错，救起来。救起来！第三洞，110码，52度，往旗杆打就对了。为什么今天的策略都是往旗杆打？因为这个果岭会停球啊。好球！超停球的。这个果岭真的会停球，所以往旗杆打就对了。超慢的，好球，好球 ，nice par， 救起来。